迎接玉兔年到来，也宣导购物消费使用载具索取云端发票。北区国税局华联分局特别印制的玉兔迎新岁精美水果月历，民众只要捐出11、12月的消费金额达10块钱以上的纸本发票10张，或者是5张的云端发票，就可以来兑换月历。28号早上9点不到，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外头已经排出长长人龙，每个人手上拿着发票，就是想在第一时间兑换到明年度最新的水果月历。那你几点来排队？早上5点啊。啊，你每年都会来排这个吗？我也会啊。为什么你都要拿这个？我们要能拿水果月历啊，要看啊。哦，这样。啊，你很喜欢就对了。对对对。为了迎接玉兔年的到来，同时宣导购物消费使用载具索取云端发票，北区国税局特别印制玉兔迎新岁精美水果月历，民众只要捐出11、12月消费金额达10元以上的纸本发票10张，或云端发票5张，就能免费兑换一本精美水果月历。在我们北区辖区7个县市，有24个据点，好的分局啊、稽征所服务是同步发放。一年一度的水果月历，那明年是兔年，我们循网历呢都会发放最受民众欢迎的水果月历，那这个水果月历里面呢也有附带这个春联，那有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每个月份呢就有我们北区辖区当月份配合他的农历的一些庆典活动，有特别有那个庆典活动的照片。好，那我们花莲地区呢就是最热闹的就是一年一度的丰年祭嘛，好，丰年祭就是在7月份，好，所以大家回去换换看。今年的水果月历除了搭配吉祥语及食用税务宣导词外，还附制2张吉祥如意及岁岁平安春联供民众张贴，增添喜气及吉祥氛围。此外，月历各业也收集印制北区国税局辖区县市地方特色活动资讯，相当受民众欢迎。从即日起的周一到周五都能前往兑换，但数量有限，换完为止。记者徐立勤，华联社报道。